好，走了，圆圆去拿这个。 瘦，苗条，你觉得我瘦吗？瘦，瘦，啊，谢谢。这个蓝莓的，会你会说中文吗？啊，会呀。在中国学的中文，这个 blueberry， 你尝一下这个吧，玫瑰的。 玫瑰花，这个好好闻，好闻。你喝完又给你倒点。
这个是哪个？这个蓝莓。这个。嗯，第一个是这个。哦。在门口我给你的这个，刚才给你倒的这个。我试试这个。那个是的，那个。OK。女士，您是不是网红啊？网红？你是不是网红？你是网红？喜欢喝哪个呀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喜欢哪个味？第一个很好。第一个这个很好，你闻一下。嗯，什么？你是中国网红太多了。我要在中国网红。中国你要在中国当网红，外国当没当网红？是。外国有多少粉丝？我不知道外国，我去了五年多，我没回去。没回去啊？啊，那你中国网红？是呀。你中国有多少粉丝？三四万很多，这么多呀、啊、哇，太厉害了啊，厉害、嗯、很厉害。你要不要带点，我想带点这个茶，那你少来一点。这个我喜欢买，知道吗？嗯，现在我然后我家远一点，你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哪里？给你邮寄啊。你可以把它给我去吗？送我去、啊、送我去吗？可以啊。你我去这个地方、嗯、我不去本地市，我去这个燕郊知道燕郊、啊、给你快递。你在燕郊买的房子、啊、给我快递。对，给你快递。你是不是在燕郊买的房子？是，我要买房子了。买房子以后结婚了。结婚 啊？你有女朋友了？我现在找中国女朋友啊，没找到呢。你多大？找到了以后我要结婚。你多大呀？三十多。我想看着你像二十多。哎呀，谢谢。你要哪个？给你邮寄。小鸭，你喜欢这个味道？喜欢。